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魔术飞哥，注意仔细看，在空中抓点工具，听你吹呢，瞬间就变出一枚硬币。接下来呢，硬币我相信大家都知道，非常非常的坚硬。那接下来呢，我把这个硬币呢，没错，就用我的牙齿呢，直接把一半硬币呢已经吞进去，完全就吃下去了，非常非常不可思议。接下来更不可思议的地方是这边，注意仔细看，硬币在这地方，轻轻一吹呢，硬币呢瞬间又再次的还原回来，咬币还原，究竟是怎么做到呢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魔术的揭秘时刻。大家好，那接下来呢就到了魔术飞哥揭秘这一个魔术的时刻，究竟怎么做到呢？其实非常非常简单，我们注意仔细看这一个硬币啊，这个硬币呢其实呢啊这边是分开来的，有一根橡皮筋连在一起啊，这是一个魔术道具，那这时候呢一松啊就完全的弹回来了，非常非常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呢记得多多练习哦，也是刘谦表演过的一个硬币还原的魔术哦。